大家好，我是嘉珍，我是艺人，上台一鞠躬，欢迎大家来到国立台湾海洋大学马祖校区第一届 KK 台台马之音就是你歌唱比赛现场，大家掌声鼓励好吗？话说啊，我们是第一届在这里举办歌唱比赛的哦，第一届，对啊，是第一届。那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办这个比赛，你不知道吗？不知道。那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年呢是我们第一年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有三个系的学生来到这边就读，所以呢我们为了促进同侪之间的感情以及增进我们与居民之间的交流呢，所以我们特别举办这个歌唱比赛活动。哦，所以就是要让我们的海大学生在这边展现对马祖的热情吗？没有错，因为音乐是不分国界的，我们不需要用语言沟通，我们靠音乐 OK 吧？ OK， 就先掌声加尖叫。放手，雨下花不问。
存在，秘密在意我，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的话，偏偏是他如你所来这一夜，在这座小路港天也成了自由。Thank you.
家。